被加工厂坑了一把，最后他其实是偷梁换柱了，决策失误又亏掉一两百万。周围的这些个市场你是怎么操作的？第一个呢是地推的常态化，第二个呢就是私域流量的运营。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单车的这个生意是个好生意，只是呢这个事情有点生不逢时。你当初就 get 到这个点了？面试去了一个人，在工厂盯着他，但是盯也有盯不住的时候。面临着那么好的客户资源，你却放手不用。离开这家公司之后，就在乌鲁木齐创办了江田。赚钱还是赔钱？就目前来讲，一年大概在3000万左右。那现在基本上新疆那边就过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去了。也会出差，也会回去，也会回去。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来来来，上车，上车，您坐，您坐。你的这个线上啊，跟网红是怎么合作的？线上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给这个理一个货盘，然后给这个达人主播做这个产品的供应。因为我们优势的点就在这里，整个新疆的货盘我们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是我们对新疆产品的源头供应链的资源。源头这个供应链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是分为两个部分嘛。第一个呢是这个初级农产品，就比如说大家看到的这个红枣、核桃、葡萄干，苹果、香梨、哈密瓜等等等等。那这些产品呢，我们是直接从农户手里收购的，就一手货源。那当然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些小品类单品的自己的基地，从这个种子到种植技术到这个整个的水肥的管理，都给当地的农户做一些专业化的指导。就是这个东西种下去之后，那我们是统一这个收购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工厂的产品，自己呢也做了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大部分产品呢是和源头工厂直接合作的，新疆的工厂呢，相对于内地来讲，信息比较闭塞一些，它的整个电商呀，包括发货呀、物流呀各方面来讲，做的不是很完善。你现在拿的这个总代或者是江浙沪的代理的品牌有多少个？大概有10个左右。这些个品牌跟你现在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捆绑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杭州也有家建仓嘛，这个仓呢本身是可以覆盖这个江浙沪的一些客户的，就帮助品牌方和工厂解决了这个物流仓配的这个问题。就是您在做线下店的时候，周围的这些个市场你是怎么操作的？第一个呢是地推的常态化，就是基本上周边的5到7个小区，就是每家店每个星期会有这个7场以上的地推。第二个呢就是私域流量的运营，在私域流量运营这个板块呢，不管是在地推现场也好，还是客户到店也好，基本上都会加客人的微信，然后拉群，每天群内都会做一些产品的宣传，然后做一些这个很多单品的种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直营店铺也好，还是合作店铺也好，还是未来的这个加盟店铺也好，这个软性的这部分实力是可以去给门店做赋能的。就到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实体店不仅仅是坐着等着客人来销售的这种实体店，我觉得它应该会向下一个阶段去迈进。就像之前那很多人都讲受互联网的冲击，实体店不好做了，其实前些年也有很多实体店倒闭，都走到哪里都有一些空的商铺，其实商业的发展我觉得淘汰的不是实体店，而是原来去做实体店的那些人啊。对对，所以说其实那帮人他为什么被社会的这个大浪淘沙给淘汰掉，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他自我的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没有跟上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步伐，最终导致他开店失败了。对，总的来讲呢，就是任何行业他都会从单店慢慢的去走向这个连锁，他从1家店开到100家店，开到1000家店，甚至有些开到几千家店、上万家店，他蚕食了一部分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便利店解决的问题其实和我们现在做新疆特产连锁店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第一个是供应链的问题，就是集约化的这个采购，去降低这个采购的成本，和你单店的采购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第一个是核心的供应链的问题。对，以前的夫妻店可能从3批、4批、5批商手里拿货，这个连锁店基本上对接的都是品牌方，最差最差也是省级经销商，就是直接就是厂商或者是省级经销商了，所以它的成本就会很低。
目前这家店的话投入大概在多少钱？基本上一家店从装修到产品到房租基本上都在30万以内。这里面现在目前有多少 SKU？ 200个左右。这个店铺现在单店的盈利模型现在怎么样？单店的话我们基本上能做到一家店开业3个月以内做到这个营收平衡。对，营收平衡，前期的投资不算啊。明白。投资的这个回报需要这个根据每家店不同的情况去看待。那现在这个单店的 MVP 的一个数据跑得怎么样？这家店的话基本上一天可以做3-4千块钱。啊，3-4千块钱。对 ，OK。就是它的盈亏平衡点的话，应该是在每天2300左右。现在目前店里卖的好的产品是哪几个产品？复购率比较高的。奶制品呢是这个高频刚需的产品，就是靠奶制品这个单品呢去这个牢牢的把客户锁住，用这些日常的产品跟客户建立起这个互信关系了之后，那有一些高毛利的会去把它带动起来。明白，其实就是还是要靠一些引流的产品，然后来带动我们后面的这些高毛利的产品，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做客群的一个渗透。对 ，OK。那在未来，关于你的江田的这份事业，你是怎么规划和打算的？我觉得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做得扎实一些。不管走到哪一天，务实会更重要一些。务实更重要。